不大敢看，不大敢看，我心脏不好。内部跑车开很快，时速超过100公里闯红灯嘞。对啊。我知道，我听到哦，心心非常的痛。你有看过他车祸的影像吗？你说传给我看的那个，我不大敢看，不大敢看，我心脏不好。内部跑车开很快，时速超过100公里闯红灯哎。对啊。我听到，我听到哦，心心非常的痛。你是大姑姑哎，他从小到大的，他是个性怎么样？就是他是这样，现在像宅女一样，除了上班，他都在家里。蛮乖的啦，因为他小时候我有帮忙他带啦，因为我比较大，我是大姑姑嘛，要住很近啦哈，然后就他爸爸那些上班，我就会帮忙他带他，还有去下课去带他回来啦，就这样啦，他很单纯。